一整天的时间，您可以通过数数来帮助孩子学习数学。您可以向他们展示如何在数数时触摸每个对象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孩子可以尝试一下。您可以数一数豆子、纽扣、花朵或周围的其他物体。数数时触摸可以帮孩子学会为每一个物体说一个数字。